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 站频道。我们今天来试一个东西，然后我们今天来试在第，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在中介那个召唤那个就是激活地狱门。OK， 我感觉这中介好暗哦，我记得是旧版本才很暗啊，这次怎么那么暗？等一下，真的也看起来很暗哎。哦，不管这个。哎，召唤不了，我放错吗？二乘三，哎，没有啊，真的召唤不了，真的。嗯，那我们来试试，如果获得，如果用传送门方块，会不会可以获得 ？OK， 那我们用一种方式来获得这个，之后会在发布影片教学。我们进去哦。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东西耶。嗯，回到东西。What？ 这是哪里？这世界好奇怪哦！惨了，这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这世界突然变得很卡，而且放不了方块。放的方块会消失。对。What？ 难道我来到了什么？我现在这个地方是哪里？我现在这个地方是哪里啊？你看我的破坏方式，我破坏方块的方式很奇怪耶。对啊，怎么就突然就不见了？而且没有声音啊。嗯啊，就是打的东西也该要声音才对。怎么那么奇怪？怪物生成不出，生物也生成不出来。可是绵羊一定是生得出来的啊？难道真的吗？那我们再回去中介看看。哎，进不去，进不去，哎，进不去，哎，惨了，我的麦快发生事情了。进不去哎，你看，进不去哎，进不去啊！你看，进不去，嗯，完了，我这个世界要坏掉了。我这世界坏掉，真的，我这世界真的坏掉了。我看，哎，那我们看看我们会不会死，好不好？已删除一神力085，但我没有死啊，卡无敌了。完了，卡无敌了。这是谁啊？观众们注意看，怎样？我放上了这个传送门，地狱传送门，我放上这个中介块，结果，还是你现在什么东西在什么东西上碰到的话，就会变成那个东西。这不会吧？那我放在玻璃上，没有啊。
怎么那么奇怪？这都盖不出来、欸，而且那个脚会突然不见了、欸，你自己看。对啊，快不了方块。看，那我们打不打开啊？完了，物品呢也打不开。难道我这个世界就要坏了？感觉真的就要坏了。没声音。因为大的呀，怪物吗？打不知道啊，连升都升不了。耐开困难会有怪物。我下不去。好，我这次就要坏掉了，肯定这次就要坏掉了。有了，恢复了，还好我们建的房子都还在，恢复了，弟弟恢复了，羊还是生得出来，还好恢复了，那你卡 bug， 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那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